我绕一圈，我绕一圈，遇到鬼喽！一直在烧我，这样会赢吗？你会不会太夸张了？我帮你说话，你还跟我？你可以看看跟我说你是啥 ID， 搞不好是乌龟也说不定。哎、欸，你打一下他的 ID 是什么？我看一下，让大家看一下。我们会还你一个公道的。嗯嗯嗯嗯。你知道吗？大肥哥开的那场，我也说要打很烂，你还在哦。嗯，要是我不会背你啊。不过你可能看起来像嘴炮啊。来，我帮你解个背，没问题，没有问题。我以为打小鹿的好烦哦，结果是打鹿仙。Money！、啊、难受啊！我一直在讲话，这把惨了。这把我不但带了魔防，而且我的鬼步闪现位置放错了。哎，谢谢小八，谢谢小八，非常感谢小八。哎！碎啦，碎啦，这样就好了，直接调换。但我怕我看到这个地，我看到这个图，然后就不小心按错了，你知道吗？嗯，无情爆点。没按错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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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碎了！我的眼睛现在都不能看下面。我都不能看下面了。嗯，他去哪了呢？露西安去哪了呢？他等下出来，如果不小心吃到我的小鸡呢，他人就没了。哇！我人也没了，跑太慢了。咦、呀，鬼步差一点 CD 哈，没事啊，他没闪了，下一波我一样砍死他。嗯，这啥？这啥？双人压塔。这啥？这啥？这什么？无情喷射。这啥？该不会之前想带回一个蛮王吧？通常想带回蛮王都会自己下去啊。嗯，他估计走了。这一波他没走哎、欸，直接砍到底了。抱歉啊，小鹿，抱歉啊，过来送我双 buff 啊。你以为我会跑吗？我会原地砍死你，我还跑？你在那边逛街啊？太无情了，这蛮王，愉悦之刃，太无情了。他怎么又红啊？如果不小心吃到我的小鸡呢？他人就没了。嗯，死了。死了、哦，露西安，小花，现在12分钟，时间点刚刚好，结束了，这把，我现在砍下去，直接拿3层，直接塔就没了，不止3层，塔没了，塔没了，结束了，无情 BD， How dare you？ 哦，你这么有想法、啊，一般是 How dare you 的，但是它是一个 dare， 所以就 How dare you。陆仙去哪了？陆仙下路哎、欸，继续砍。哎、欸，好像没很妙对吧？我的下半部不是过得很爽。我的意思是我地图下半部啊，不是说我的下半部。哎、欸，陆仙万念俱灰，走到哪送到哪，看起来完全不配音。小鹿呢？经过刚被我3刀砍死的痛，他估计也不是很想来找我。
他以为我会自然，我才不会。他可能以为我要自然，然后他要中掉。没事没事，姐打不死我，我不怕姐。遇到鬼喽！遇到鬼喽！哎，姐打我七成血，那个小鹿，哎，他怎么也打了我一千？太夸张了吧！我直接被秒哎，什么伤害啊？我觉得为什么啊？他们有那么伤害？是杰吧？哇！哇！太夸张了！哎，他们要被这个路 carry 了，要投了，难逃我们投降的命运。在我以为他们遇到鬼的时候。没有想到是我自己遇到鬼，我现在心里存在着一点阴影。下一把，有一点呢，还有下一把。只敢一直开大、欸，他一直开大，一直跟我拼哎、欸。干嘛？怎么一直车轮战啊？超轮战了、哦！超轮战哦！对啊，超轮战是吧？一直在杀我，这样会赢吗？就是不懂，我就是不懂，这样子会赢吗？一直驻杀会赢吗？然后还被我一个砍两个，我已经一个，我一个打两个最肥的了，最肥的我都扛住了。是输不了吧？把你野怪反光光！我身上有预示者哦，你们确定不熟？他们如果真的不熟，我就不客气了。不行啊！我只能开个洞啊！我只能开个洞啊！为了保护这个预示者，我一个人又要扛着不知道几个人，其他人呢看起来在逛，那我只能这样打。三个人在那，挤在这，后盾。啊！再打一次，不懂，你再打一次，你的失败注定这个军营是我的。你虽然尝试过了，但你打不赢我啊，姐。你怎么会打得赢一个蛮王呢？这把呢，就是上路交给兵。下路交给我，你们慢慢玩。如果上路交给兵，下路交给我，你们还能打输的话，那就没什么好说的。退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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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哇！差一点我就死了。棒！又来找我了，又来了对面。哦，那下路交给我，上路交给兵，还一堆人跑来下，你们随便吃八楼，你们随便玩。哎，我觉得怎么玩玩具还是我本来的玩法比较强啊。我这个玩法有误穿的比较强，然后又有鬼步又有鬼刀，我等于双加速。没事啊，我不会帮你们打架的，你们自己加油，我是绝对不会去的。我是绝对不会去的，我只会来拆塔。你们要不要来找我是你们的事。一刀一只，
一刀一个小朋友。真的，原本的玩法比较强，在那边一刀流蛮王，一刀流蛮王，真的是要一刀把我们自己送下白金哎。结果我们 old school 的玩法比较强，代表说我中间的其他尝试都是徒劳的，我有一种浪费时间的感觉。啊，给 AD 一个赞，看起来不错，看起来不错，看起来，看起来这把塔是我在砍，两个人都是我在扛，会战也是我在砍，我伤害最高，然后韩仔，韩仔一个赞都不给。哎呀，好可怜啊！玩了一把，一个赞都不给啊，韩仔。对啦，我的下半部不是过得很爽，让大家看一下，我就不客气了。他等下出来，如果不小心吃到我的小鸡呢，他人就没了。我现在心里存在的一点阴影，我都不能看下面了。他去哪了呢？我一个人又要扛着不知道几个人。小鸡呢？你们慢慢玩。遇到鬼喽！哎呀，好可怜啊！玩了一把。